回来吧，你都不知道我多想你的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想着神明煮熟饭？你禽兽啊！手受伤了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裴恒都比我先知道。跟你说有什么用？你根本都不在乎。再说，又不是我跟裴恒说。疼吗？疼。还好服过药了，休息吧。你不要留我一个人吗？我让子睿过来守夜。你别背我。你怎么不问我喜欢睡床上还是地上了？因为我喜欢睡床上。地板真的很硬。硬点对腰好。今天的月亮跟你第一次在我房间留宿的时候一样圆。对不起啊，我骗了你，你一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也是在骗我就好了。公子，这可是少城主送您的呀。弹琴奏曲有什么用？我根本保护不了心爱的人。你麾下没有一兵一卒，别说喜欢的人，你就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。母亲，华府，护城卿的华府。三公主，我不知道我多想你的。两情相悦，缠缠绵绵，漫漫漫长夜，你在身边，想想想以为就是缘，甜蜜在泛黄中。
这下你们家少君该和我们少城主和好了吧？必须的呀，看我们少君多温柔。等花园城的事结束了，我带你回玄虎城。那你能不能也不要再逼迫我母亲，现在就放弃攻占花园的计划？不能。我不是已经答应你跟你回玄虎了吗？你们花园城的美人计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我会派玄虎城的人来接管花园城，你就安心跟我回玄虎，当我的少君夫人。花园城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基业，母亲为了他操碎了心，你怎么能让玄武城的人来接管呢？他年事已高，也该退位了。那楚楚呢？你这回能够回来，也是楚楚救了你，你要和他抢？就算没有二郡主，我早晚也有办法脱身。二郡主救我，是存了利用我的心思。待明日你母亲签了退位令书，他们都是我的阶下囚。楚楚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但我只在乎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。你这样翻脸无情，我哪还敢喜欢你啊？只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什么本性？你韩硕，玄虎城少城主，心思缜密，立志要剿灭花园城，但因患有心疾，命不久矣。取得花园城宝物龙骨治愈心疾，卧底到花园城当人质。人前装病弱，背后搞动作，是名副其实的幕后大魔王。人物小传三页纸，你是什么人，我再清楚不过。你有什么不满，你冲着我来，你为难不相干的人做什么？何况母亲她现在年岁已高，刚刚还中风过。所以在你心里，我是一个表面乖顺忠厚，实则心狠手辣的小人，是吗？自从我回来以后，你从未问过我在流放途中过得怎么样，吃得好不好，睡得香不香。你对你母亲倒是很上心，我才关她几天啊，你就要与我反目，还真是亲疏分明。你吃我母亲的醋？我问你，如果我与你母亲同时掉进水里，你先救谁？你居然问我这种送命题！看来你是打算先救他。不是我说你一大男人，你不会游泳吗？你跟女人争什么？现在你承认我是大男人了，在你们花园城，不是男人更弱小、更卑微吗？你不是担心你母亲吗？现在她病入膏肓，如果你这个孝顺的乖女儿有一点点敢忤逆我意思的话，我就提前结束她的性命。我要去城主府。来人！哎，江少城主看守好，此处不准任何人进来，更不准任何人出去。是。哎哎哎！